唱国歌。双十国庆国歌演唱，除了合唱团与三军一队，也邀请了奥运英雄、人民保姆、浴火凤凰以及防疫先锋，各界代表齐聚一堂领唱国歌，聚在一起练习这个彩排过四次了，所以我们六个人其实跟着合唱团一起唱歌，算已经培养不错的默契。我们其实比较担心的是说太阳太刺眼，害我们就是眼睛可能会睁不开，那会影响我们唱歌的表现。六位领唱人当中，两位护理师先前都在双和医院负压隔离病房坚守防疫岗位时，遭到新冠确诊病患砍伤。这次受邀国庆大典，除了惊讶有这份殊荣外，也表达以身为护理人员为荣。手还是伸不太直，就是这两只还是没有感觉，应该不会完全康复，就是神经还没长好，还是会蛮担心能不能回到工作岗位，但是还是会想要回去。警察、消防员和防疫第一线，保障人民安全与健康。国家级运动员为国争光，民众与有荣焉，也让世界看见台湾。大爱新闻何玉怀、简元吉台北报道。今天因为。